我们的剁椒鱼头是一个鱼头差不多一斤半的鱼头，那鱼头的销量卖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喜欢吃辣的包君满意。瓦兰市场翻新以后，环境变得比较宽敞，舒适，好像有那个逛那个大卖场的感觉，它这里呢那个鸡鸭鱼肉，生鲜，蔬果，货源充裕，可以充裕的采购，虾仁排骨哦，它做起来要加一点蜂蜜在里面，才有甜度，我们要挑那个排骨，就是说盐酥排骨嘛，盐酥排骨，但是呢，那个寸秀短一点，不要太长，要厚一点，才好的。现在都宽带市场非常非常的大，买菜也便宜多，在猪肉这很多人都特别挑选一下，来这边的时候就买菜啦，怕被跑来跑去呀，对吧？整楼都是卖菜的，楼上卖猪肉的呀。好卖。华南市场这边很方便，就是它食材比较方便采购了。现在以餐厅来讲，你应该是以方便为最主要，因为你停车方便，采购方便，所以你不会去选择别的市场。这边不管是海鲜类、鸡鸭类、还是肉类、蔬菜类，这边都全部齐全，你不用到别的市场就可以全部买得到。这是最好的一个好处。生鲜采购就来华南，大。